我们的这个五万张光盘进行了鉴定，其中有约13万张是盗版光盘。发现有10几万册图书吸血进行盗版。三幺，还跑嘞啊！安徽省合肥市警方接到报案，名叫虎踞阁和小小书屋的两个小说网非法复制传播网络文学作品，数量非常多。作品被盗版了，等于自己的知识产权被强行夺走，就等于自己的孩子被抢走的那种感觉。两家盗版网站涉及的作品有1000多部，作者也试图跟他们联系过。我其实是给盗版网站发过那个邮件的，我发了很多，但是没什么用，没人回你的。这些作品在正版网站上需要付费才能阅读，而在这些网站上完全是免费。那这两个网站是图什么呢？我们点开了其中的多部小说，在点开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屏幕有多个弹出广告。警方继续研究发现，两家网站是用免费的小说吸引点击量和广告，而且他们发布的广告也很有名堂。白天看到的广告都是一些游戏啊，还有一些购物广告，然后晚上它有一些是色情广告。作者认为，网站不但盗版自己作品，而且还利用这些作品来发布非法广告，对社会具有危害性，甚至也让自己有负罪感。有负罪感呢，会等于说我间接害他们去点击那些东西，尤其是赌博。我打个比方吧，如果有20多岁的人染上的话，他一辈子就完了。警方将相关证据送到了版权部门进行了专业鉴定。鉴定的结论是这个相同或基本相同，完全达到了这个我们刑事追诉这个标准。警方查到了经营网站的公司于2015年成立，法定代表人徐某在网上还有自我介绍。他写的也很骄傲轻狂，工作轻松，年薪6位数，他们应该把我的脸印到钞票上。进一步查明，除了两个被举报的网站之外，徐某另外还开设了11个盗版网站，总共13个。警方决定对其进行抓捕。即将开始行动的时候，我们按照我们事先摸到的他一个办公室，发现这个办公室人去楼空，但他租金还没到期，我们判断他是不是转移犯罪地点。嫌疑人为什么会人去楼空？民警与以快递员的身份联系上了网站的人员，得知了他们的新地址。天一国际是吧？天一国际几零几啊？805是吧？好的。在新的办公地点，警方将徐某等人抓获。徐某等人对盗版的行为供认不讳，警方查明，他们的13个网站非法复制他人文字作品共500多万部，点击量高达18.9亿次，非法获利1000余万元。天津市北辰区的文化执法人员在一次日常检查中，发现了一些影碟光盘。光盘本身不奇怪，但是数量有点大，总共有50箱，10000张。都是一些这个美国这个6大电影公司的一些连续剧，比如说是《21世纪福克斯》啊，迪士尼啊，一些生活片吧。执法人员高度怀疑这是盗版的影碟，而且当事人也拿不出合法的手续。这些影碟都打包整齐，看起来是要发往外地。快递人对这些光盘不承认是盗版，而且他说这些光盘他只是负责接收，具体来源和发往什么地方他不清楚。那究竟是不是盗版呢？又该怎么判断？执法部门把光盘送到了专门机构进行鉴定。因为这些涉外光盘在北京有一个美国电影协会是作为它的
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找他们进行了这个光盘的鉴定，鉴定意见就是盗版光盘。警方分析，这一万张盗版光盘可能只是冰山一角，应该还会有更多的数量。尽管嫌疑人拒不交代，警方还是通过发货的信息查到货物来自于广州。通过这个物流点呢，发现一个也就是司机经常到的物流点发送包裹类的邮件，不光是往天津发，全国各地都发。从这儿呢就发现了这个司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。警方到广州的物流点调查后，发现一名嫌疑人经常来发运光盘，而且每次基本都是开车来发货。警方通过技术手段找到了他，就追人，以人找物，以人找物，发现这个司机了，或者发现这个嫌疑人了，应该车上会跟盗版光盘有相关的东西。抓了他以后，先去查他车上什么东西，他那车上也发现了几万张盗版。人赃并获，而且这次的盗版影碟数量更多。审讯后确认，此人是珠海一家激光制作公司的员工，在车间里还有更多的盗版影碟和半成品。警方随即对公司的负责人采取了措施。随后，警方又在这家公司的仓库里发现了50万张制作好的影碟，这样惊人的数量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重视，批示要彻查全案。我们这个也是积极协调著作权管理组织，对这些光50万张光盘进行了鉴定，其中有约13万张是美国电影协会给予的鉴定意见是盗版光盘。这些盗版都是国外的影视剧，而且封面和里边的内容都没有中文，似乎并不是给中国人观看的。这些光盘全部没有中文字幕，没有中文对话，所以定下来这起光盘的案件，盗版光盘的案件是由国外传过来再销到国外。警方从这家公司里还搜出了一些快递影碟的记录，很多是发往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等国家的，应该都是国外的分销商或者买家。警方查明，这家公司从国外购买了影碟后，在国内复制生产，然后通过网络等各种方式进行售卖，基本都是销往国外。警方依法查扣了母盘生产线一条，光盘印刷机7台，光盘生产线11条，并且在多个省市对涉案人员展开了抓捕。专案组先后经过1年左右的时间，将该案的24个嫌疑人全部抓获到。打击非法出版物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正版，因为只有保障了版权人和创作者的利益，他们才会有动力继续创作下去。一旦没有人创作了，我们就没有作品可看了，甚至最后连盗版都没有版本可盗了。因此，保护版权也是保障我们自己可以有新的作品一直看到。2019年上半年，皮皮鲁总动员系列童书的版权方向扫黄打非部门投诉，有人在网上兜售这套书的盗版，还有网友举报在网店看见的图书是正版，但是网购收到的书籍却是质量粗糙的盗版。网店的经营地点在江苏淮安。到达现场以后，发现现场的图书品种数量都非常之大。执法部门对图书的销售点和仓库清查后，在现场还发现了郑渊洁4大名传、肚子里有个火车站、皮肤国的大麻烦、幼儿园的一天等侵权盗版书籍共11万余册。四大名著的有800多册，非法出版完2000多册，同时也发现有10几万册图书涉嫌进行盗版，就是我们立即向我们局领导汇报进行立案查处。
警方立案查明，王某先利用实际经营的图书公司取得销售许可后，购买盗制的书籍印刷文稿，再交给其他人印刷，然后贴上虚假的防伪标识，最后再安排人员通过网络平台进行销售和发货。犯罪嫌疑人王某以其实际经营，其母亲及其本人担任法人的公司为掩护，完全是按照正版书籍的印制标准，形成制版、印刷、储存、运输、销售、制作防伪标识完整的犯罪链条。警方对王某实施了抓捕和审讯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盗版书的事情？从2017年6、7月份左右吧。一直做到什么时候？一直做到就是到案发，2019年。王某交代，他采取正版掩盖盗版的方式迷惑客户，先从正规的渠道购买极少量正版书籍作为样品，在网络平台上公开销售，待买家下单后发出的都是盗版书籍。这没办法的，都退款吧。王某销售盗版书籍的种类完全由市场决定，什么书畅销就盗版销售什么书，共涉及22个出版社、75个品种、100余万册，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。射击，回来射击！三幺，还跑嘞啊？射击了。这是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公安局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的抓捕行动。案件最初是多家单位反映，他们经常接到一些自称是报社的记者联系，要进行有偿宣传，拒绝后就会有记者来采访，要进行负面报道。对此，公安机关进行了调查，认为这种行为涉嫌敲诈勒索。说的犯罪嫌疑人就在桥头，现在出发抓着。警方经过半年时间查明，所谓的媒体实际上是几家广告公司，注册地点在山西和陕西，法定代表人是郑某和丁某。警方在嫌疑人的办公地点查到了大量的公章、发票、账本、一些被宣传单位的资料，还有资金往来等相关证明。你那个财务这一块的票都是转到哪附近开的？公司也平，这流动性大。所谓的记者一共有10多名，其实就是公司的业务员，他们的工作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找到一些单位的电话进行联系。他们每月的底薪只有1300元，一旦有单位支付宣传费，就有15%到20%的提成，月收入高的时候能达到3万元。是。警方通过相关证据以及到受害单位走访确认，涉案的广告公司一共有5家，在3年的时间内共向3500多个单位索要到了宣传费，总共有7000多笔，金额达到1500余万元，涉及到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湖北等多省。都这5个了，都聊着。918案件的17名嫌疑人落网后，于2019年3月26日被移送至检察院，6月20日被提起了公诉，12月27日法院审理后认为，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了敲诈勒索罪，2名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，其他从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至3年不等。今年的4月26号是第20个世界知识产权日，尽管还处在疫情当中，但是全国各省市都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进行了扫黄打非的各项工作。接下来我们就到各地来看一看。咱们也有登记。北京市文化执法部门在全市开展复工复产安全巡查，走访的企业包括印刷厂、图书市场、网络公司等。经理在前台盯着。各项制度落实完善。重庆市各区进行复工复产安全巡查。
贵州省对图书市场进行安全巡查。安徽省进行安全巡查。这两天整理东西了。浙江省进行安全巡查。辽宁省在机场和高铁站等公共场所进行消毒。深圳市针对青少年制作了扫黄打非动画宣传片。什么是扫黄打非？扫是指扫除淫秽色情文化垃圾，打是指打击非法盗版出版物，针对的对象是音像、图书、报刊等出版物以及网络信息。我们在商场买回的电影碟可能是盗版碟，书店或报刊亭买到的图书可能是盗版书，网站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不良信息，这些都是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常见违法现象。让我们在生活中自觉抵制精神垃圾，养成保护知识产权意识，拒绝盗版。上海市针对青少年制作了扫黄打非动画宣传片。好书育人，坏书毁人。让我们提高识别能力，抵制各种有害内容。共同筑起一道抵御精神毒品的心灵防线。